的狂想，你何时风干在脸颊，这深刻坚固的伤疤阻挡不了我的步伐，就算终点难以抵达，一路的红泥和崩塌，我听不懂悬崖了吗，偏要和宿命定高下，我眼中的火星点亮你的勇气，将我燃烧殆尽，却还炙热的信念传递，把注定碾碎风声心，不做言语上的壮汉，行动上的矮子。谢谢大家这么多年以来对我的支持、包容、理解和爱。然后今年呢，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获得26名。拜托大家和我一起加油吧！青春十载，星光闪耀。2023 SH48 Group 年度青春盛典闪耀开启。我是 SH48 Team Mentor 的青玉文，我的星光是燃烧吧。8月5日，期待与你共赴青春之约。